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东，现在是早上7:30。这些是我家今年种的花生，上半年种的，有10多包。今天要拉到镇上面去榨油。好了，现在花生已经掉完下来了。现在我要打个电话叫油房的老板，叫他派车过来把这些花生拉到油房里面去。自己用电车拉不了那么多啊，要转很多次。运费是另外算的，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他先吧。运费是30块钱，等一下他就开车下来把这些花生拉走。
今天拉了500多斤花生去榨，得了150多斤油。哇，不用揭开盖子，我都闻到花生油的味道，非常的浓郁，很香。我们这里买100花生是要25块钱加工费，榨出来的花生菇我就不要了，卖给油坊的老板。花生菇是1块多一斤，还可以退回150块钱回来给我。啊，非常的香，这些花生油。现在自己家种的花生榨出来的油，市场价是25块钱一斤。不过我的是自己吃啊，不卖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